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红海的场景。好，首先是一个公司的投报，起始部5678组的运用法，5678基本部，1234 5 6。好，从右至左放飞，1234 5 6。好，各位，1234 5 6。好，接下来是背后换手方位，1234 5 6。好，接下来再来一个从左的这个头位，1234 5 6。美国转，1234 5 6。再来是1234 5 6。讲解结束。大家好，接下来呢，我将和朱彩萍老师一同给大家带来的是拉丁舞流展金银铜牌银牌套路的讲解。好，首先我们是开始为站立。好，第一个动作是陀螺转啊，也叫环形颠步，走，1234 5 6 7 8。好，接下来我们要跳的是弹珠步，1234 5 6，1234 5 6，1234。好，接下来的步骤是登山步，1 2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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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当世，好像一次化的盘路，我们也叫撞击路。走，一啊，生当世，土当变，好，这边是女士的一个转位，一啊，生当世，土当变。好，接下来各位是停格走，一啊，三当四，五六七当八，再来一次，一啊，三当四，五六七当八，加油，完毕。